talking about.我今天想要做一个甜点，就是低脂低卡，低脂低卡低糖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健康一点的甜点。可能会用到的，不是可能，是一定会用到的材料是这个 berries， 还有这个核桃、哦，还有这个碧根果，把它们打碎之后撒在那个蓝莓的上面。然后我还买了这个代糖，我以前没有用过这个代糖，试一下。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用到，butter 和 coconut oil， 但是我没有，我只有 olive oil。我们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成功。我好像有 butter， 我找到了 butter，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这个是我室友的。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介意，我就用一点，应该可以的。然后我有食谱，然后我要按照这个食谱做，然后争取可以做成功。第一步是把烤箱预热。其实我不太会用烤箱，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设定成功。第二步是准备这个莓类的基底 berry base。我没看懂怎么做。现在要准备这个莓类，它需要两个 cup。这是一 cup。这个勉强算两 cup。我有 olive oil。准备做上面的，有坚果的那一层。我调一下。这是我刚烤了5分钟的莓类，我先把它放在一边，让它晾一下。代糖，我现在往里放一袋吧。这是要用那个，我打算用那个 bullet 去把它搅碎一下，所以我现在放到这 bullet 的杯子里面。这是核桃。然后再放1/4的碧根果，这是碧根果。
cinnamon powder， 需要装一个茶勺的。Butter， 我室友的 butter， 我烤箱已经预热400度预热好了。嗯，我不知道，我觉得加这么多应该够了吧。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这个多是多还是少，我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现在可以把它们去打碎了。到最后一步就是把它们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之后，放在烤箱里面烤10分钟就可以吃了。我想先把这个梅子类的先把它们切一下，让它稍微有一点碎，然后有一点就是多汁的情况下，把它放在那个盘子里面，然后再在上面放上这个刚刚打碎的这个果仁之类的。然后我想要先把它们切一下。Time and time again, I can be feeling real sad. Cause mi sueño no se ha hecho una realidad. Pero el tiempo dirá, if we go spend our lives together, lo que el mundo gira. I promise I don't want nobody else to be around me but you. And nobody's touch and nobody's lips can make me feel like yours do. Our hands interlock, nuestros labios se conocen. Nuestra noche es corta, pero hermosa, we'll be okay.And I'm alone, baby, don't trip, I'm coming home. Kick it with me, I don't care if the sun is gone. 刚刚我烤箱时间已经到了，然后我先把东西给拿出来。我现在把它们烤了两次，已经烤完拿出来了，它是长这两次烤出来是这个样子，它上面是那个核桃之类的，然后下面是蓝莓，我挑了一个长得最好看的，它长这个样子。这是长得最好看的，然后我要把剩下的全部都放到冰箱里面去冰一下，然后我先吃这个，我想要把这个吃掉。我觉得这个口感比较的奇特，这个坚果类虽然打得很细，但是你还是可以吃到它们是颗粒感，但是它们是颗粒感的同时，它们又非常的 creamy， 很奇怪的一种口感，但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如果说让我有一个什么经验的话，就是我下次如果再做这个的话，我就不会放 blackberry。 我不喜欢吃那种有籽儿一样的感觉，就是你要咬的感觉，吃起来很累。我觉得如果只放 blueberry 是一个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它是这个样子的，嗯，有什么不对焦。Just gonna stay like this forever. Floating, I'm serious. My heart is furious.